晚上八点钟刚好大概下班，和喜欢的女孩一起共进晚餐，你打的电话我都没有听见，很晚才看见十几个未接来电，你好像也没有什么事要谈，短短一分钟就能听你说完，回家早点别吃外卖，衣服多穿，说刚往我卡里转了钱，以后都别跟妈妈说你最近很烦，因为她帮不上忙也会睡得不安，她会再上个半年，又试着跟你搭档，是为工作还是和爱情有关，以后都别跟妈妈讲话那么不耐烦，她已经尽量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，她其实也很简单，单纯点点你保暖，虽然距离你很远，她也想留在你身边，你好像也没有什么事要谈，短短一分钟就能听你说完，回家早点别吃外卖，衣服多穿，说刚往我卡里转了钱，以后都别跟妈妈说你最近很烦，因为她帮不上忙也会睡得不安，她会再上个半年，又试着跟你搭档，是为工作还是和爱情有关，以后都别跟妈妈讲话那么不耐烦，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，他其实也很简单，单纯点点你吧，虽然距离你很远，他也想留在你身边，以后都别跟妈妈说你最近很烦，因为他帮不上忙也会睡得不安，他会在这个班试着跟你搭档，是为工作还是和爱情有关，以后都别跟妈妈讲话那么不耐烦，她已经尽量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，她其实